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玩蔚蓝档案哦，猛的，我告诉你，里面有超多可爱又美丽的美少女，看你是喜欢可爱的、裸一点的，还是大一点的，还是腰细一点的，腿控、臀控，各式各样妹子都有。重点是里面的例会官方的插图超级多，然后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是，玩手游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辅佐官，在这个游戏里面也有一个就是类似辅佐官的角色，重点是你们在最一开始进来的时候，他会要你取一个称号，然后这个称号呢，就是刚刚看到这个超级可爱的小萝莉，他会叫你。デリコ先生。啊！天哪！デリコ先生。他在游戏里面叫我的名字，他叫我デリコ先生。你就是打一个你的自己的称号，那他这个称号呢，就是限定使用英文，大家可以输入自己的昵称，然后他就会这样叫。デリコ先生。我真的太幸福了，我真的太幸福了。那我们现在下载呢，还有开服的活动，点到这个指南任务呢，在这边呢就会有这个连续七天登录完成这个新上任指南任务之后呢，会送你游戏活动的角色爷奶美，跟着我们现在的开服活动，还有这个三星池的特选招募，有白子跟星野出现几率 up， 然后呢，以及现在有这个签到活动，那签到活动就是大家每天都要上线签到，可以获得游戏的货币啊、信用点数啊、青灰石，还有活动力150 AP 跟角色的成长道具，有非常多的奖励，所以大家也要记得每天进行登录。大概介绍完这个游戏很香，就来跟大家讲这个游戏怎么玩。这个组队呢跟一般有点不一样，我们先随便点一个任务的关卡开始任务。那这个游戏的组队呢，主要的构成有一坦三打手跟两个 special 队员，通常呢大家会带一个坦三个打手，那最下面的两个呢，大家看到 special 的队员，那 special 的队员呢他不会一起进场打，但是呢他会在场外对队伍有一些 buff 的加成，然后还有他的一些技能是可以使用的。一坦三打手会在前排，然后这样一直啾啾啾啾啾射射射射射，然后他们也可以放技能。 Special 的辅助队员通常会带一个响，也就是大家说的开局神角，或者是一些其他比较适合的角色，也会再带一补，然后就负责放技能来帮队友补血。那因为在后排他们还是可以放自己的技能，就是尽量把队员带满，因为这个游戏呢技能呢是会花 cost 的点数的，当你有组满越多的 cost， 他的 cost 就会流得越快，大家就可以放越多的技能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出击。那我现在呢是使用开局的神角。那最一开始登录的时候呢，游戏呢会送你一支超万用坦克，如果大家没有抽到好的坦克的话，就可以练它就对了。那个响，大家都说开局就一定要抽到它，如果你没有抽到它，你就给我重刷的那个响。没错，就是我要跟大家讲，我忘记跟大家再炫耀一次，新手教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呢，你会有一个开局免费十抽，你做完所有的新手教学的时候还会有30抽，所以总共基本上是40抽。那这个教学的十抽免费十抽呢是不固定的，我刚刚有听别人讲说最多有可能到33星，是不是有要这么夸张？但是主播我呢就是这么幸运的，在第一个免费的教学时抽抽中了两个三星，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局神角响 special 队员，也是 special 队员，然后也是听说蛮屌的花翎，两只哎一起到我家，非常的棒。然后呢在这个棋盘格式呢，你的每一回合呢都会有这个步数，所以呢大家就可以自行的来去移动，然后移动了之后呢，敌人也会有移动的步数，那他们就会来打你。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关卡奖励，他可能就会限定你要在两回合内走完啊，大家就可以看一下。你看像刚刚这个出现绿色笑脸啊跟黄色脸，就是有没有适合这一次的地形。那有些人呢可能适合野战，有些人可能适合防区战。我说野战是真的就是就是户外，在这个最一开始教学完了之后呢，基本上就可以 auto 到后面一支舞的时候才可以开变速功能。那我们的这个技能有 cost 之后，就可以自己来做一个点选，所以到后面比较难关卡，你不想用自动，不想要乱耗费技能的 cost 的话，大家就可以自己来使用手动。你们好啊，哎，我的教学十抽就抽到响了，跟花翎啊不叫好棒棒，我们一来就赛了是怎样啊？我们事先关心对方准备好没？不像你一出来，哎，我刚刚十抽就抽到响嘞。不是，我不是刚刚十抽，我是教学的免费十抽就抽到了。他还要强调，
哎、欸，那我们今天的规则怎么办啊？我们当然就克到200啊！今天还要分出个胜负吗？今天佛系说的，要分吧，肯定要分吧。我们这三个人是不是都欠一串？我记得我们三个人都欠一串。哎、欸，有这种事？今天输了那个人，那串要请大一点，怎么样？就请大万，怎么样？啊，你不是说要大一点？啊、你知道吗？我那一餐还多一个人叫 Tommy 啊，我那餐比较贵啊。那中间一点的好了。好啦，不然不要那么凶啦，2万以下好不好？两万以下可以啦。可以。输的人那个要请大一点啊，如果没有输的，就是随便佛饭，肯德基也行。那我们是比谁彩券多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来啊，来啊，出发。我先拉开差距了。欸、不是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有看到懒猫的跟我们的不一样吗？你看出来、欸、哦。原来如此，完全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我、哦、看到，就是他的那个，你这个是哇，谢谢各位，好香哦，教官，哎、欸，阿美你也抽到教官了，好香，好大，相信蓝猫生我们的好朋友，欸、应该很开心。阿美好扯、哦，我都有一点不好意思讲了，可以让我这个右上角的蓝猫朋友有一点参与感吗？欸、你那边还在我那边开个蓝猫会不会逆转？不用啊，你也可以看你自己会不会第一，说不定你真的会被逆转啊。第五十抽。在签名的画面等你们。有这么开心的吗？哦、有这么开心的吗？有这么开心啊？那可以给我来一只一只吗？拜托。哎、欸，谢谢。谢谢，升起来、哦。我可能要看看80有没有机会了。你这样我都不忍心了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80了，我80了。你80了是不是？也看一下阿美的吧。应该不会那么啊，没事的朋友，不要放弃希，不要放弃希望，我们要对生命保持乐观的态度。哦，终于，你终于开盘了！右上角怎么又出了？贝利梅怎么那边又出了、啊？我感到很抱歉，拜托了，我也想要一只。哎、欸，也可以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好哟，这样子我到底要怎么交朋友啦？到底要干嘛？在干嘛？这是谁？我100。哦，好可爱，好萌，好大哦！这真可爱，好喜欢。哦，但是我来跟你们讲一件有可能会让你们觉得比较平凡的事情，就是我最近有遇到一个长相是我天才的男生，后来我询问之后呢，我发现他是 gay。那也不错啊，改变他的形象啊，OK 吧？你行的啦，很难改变，好不好？可能老天爷是为了可怜我吧，所以今天才让我这么好抽。周凯玉，那你就继续。哇，我来了，超过大碗了吗？我被逆转了，啊、哦，水啦！你几张？你几张？你是鬼吧？哇，你是鬼吧？我也最后十抽、嗯，那我要留我的签名，最后的波纹，来一个吧，拜托，难得。我的青春结束了，艾琳，我也结束，恭喜那完。2万以内嘛，可以啊。哎、欸，但你们要记得一点哦，虽然今天我输了，但今天如果贝利梅没有先请，罗没有先请，我也不用请。感谢非洲好朋友们，让我们这一次的抽卡圆满哦。好久没有获得胜利了，哎、欸，我觉得真的不难抽啦，老实说。然后每个角色呢都又香又可爱，在战斗里面还有这个3D 的 Q 版，都可以看到这个妹子们啊在里面啊晃来晃去。那我们今天的未来档案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。那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聊天室上有连结可以进行下载。然后现在呢还有每天的登录的活动，还有现在的限定 UP 池，大家都可以就是来试试看，以及现在的开服活动，再跟大家重复一次，在这个指南任务里面每天都登录，最后呢就会送你椰奶美。那今天呢就差不多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